当了妈妈之后，反而我觉得为了他，我要比较 active 的去确保他能够像我一样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其实今年的感触很深，又第一次，然后又遇到大学。我想作为母亲，我昨天有一个同学，他在 Facebook 上面问我，哎，同学有没有回来投票？其实我没有想的，我就是没有在想的。这第一个回应就是，当然有，为了我女儿。医生只是见我几点少吃点饭，你超重，我超重，因为平常最多最多啦，你大概重多15公斤，也就是很多很多了，我就超重他的一倍，我超重30公斤。我每天打电话给他，然后跟他唱歌。我妈说她会一直跳，一直很开心，一直笑，就是唱什么歌，唱一些儿歌，对啊，唱儿歌，唱 A B C 啊，唱小星星啊，然后就是像傻婆一样在对着电话，你说宋文啊，你今天干嘛？哦，有没有人回应你的？你今天做什么啦？我觉得想唱，自己唱干嘛？然后你听到声音，然后会啊，会很开心，然后你唱歌，他会啊。基本上他就在跟你一起唱歌。对，一定会讲电话，但是除非他真的很累，或者是我很累，像昨晚我很累，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老公我在睡觉，没有打电话。他昨天刚刚回去香港，但是我希望说我能够明年的时间能够花多一点时间跟老公跟孩子在一起。我们明年。我有想过去旅行，带孩子去旅行。虽然他不懂，但是我想说，在他还不需要去上学的时候，多带他出去。但是我又怕禽流感。好，到明年。妈妈的矛盾，因为去到哪里都很突然，你不觉得吗？妈妈们辛苦了，母亲节到了，五一二母亲节，祝你母亲节快乐！我是杨艳艳。爱你们。